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129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红军长征，中共虽然追加了很多伟大的意义，又是北上抗日，又说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 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长征是在苏联扶植起来的红色傀儡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穷财尽田地荒芜的万般无奈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可以说是撤走或者说是败逃。在此之前呢，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在1933年的春天取得了胜利。1933年5月，恼火万分的蒋介石设立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的军政事宜，亲自组织第五次围剿，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这次他吸取以往的教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步步为营的战法，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从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集中了近100万国军，调派了200多架飞机，筑起了3000个碉堡，开始攻打中共控制的各个根据地，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是50万兵力。蒋介石说过，匪区纵横不过500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2里，则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红军方面呢，因为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差不多就是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的同时，1933年的秋天，共产国际派来了参与过欧洲战场的顾问李德。博古对共产国际十分迷信，就让李德参与甚至主导军事决策，提出了御敌与国门之外，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些说法，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把敌人阻挡在苏区以外。之所以采取这一战略，我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建国的影响。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发生在1930年的10月到1931年的9月，都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进行的。那个时候没有国，也就没有国门，都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敢于诱敌深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这有了个国了，尽管后来胡省等学者认为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是在当时啊，是起了相当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到第五次反围剿，那么很多人就这么想啊，既然我这是个共和国了，建立了那么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某些领导人的心目中就有了与中华民国是交战国的意识。你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要来侵略我、侵占我，我就得保卫国家、保卫国民、保卫国界，不受你的铁蹄的蹂躏。
这与前几次把敌人放进来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思路就很不一样了。更不要说自己这个国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人力财力已经接近枯竭，加上博古等人呢开展反罗明路线的运动，把不同意中央方针和李德的军事策略的人大量的基层和前线干部清查撤职，这是自取灭亡的内乱节奏。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历时363天，也就是还有两天就是一年吧，到1934年的10月14日结束，红军被赶出了根据地。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绝不是有人一厢情愿地以为要是毛泽东还当红军总政委就好了，就可以力挽狂澜了。这里我要追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苏区啊，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问题已经极为严重。根据国民党将领熊式辉啊、宋新濂啊等人的观感，上次我们也介绍过，还另外根据中国大陆的学者黄道炫、刘统、杨奎松等人呢研究的话呢，已经是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没有崩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的组织能力令人惊叹，本来中共建党时期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江西就赣南呢、闽西早期的党组织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但是随着红军的扩大，党员的来源也发生变化，人数激增。黄道炫在他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这本书中啊，引用了当时的文件呢，党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以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3天发展10万党员，3天呢。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0,000人。中共它的组织原则是直接继承了苏俄的，纪律严明，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奉献。超常发展党员，它必然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20,000多人速成进党。瑞金呢，用开会的方式对新党员训练1天了事。博生县某一个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吗？这样的话呢，不少群众、不少农民呢，他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一有风吹草动，那当然就会出现反水。尽管如此，黄道炫的书证实啊，党员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党组织的发展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苏区的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另外还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等，体系严明，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尤其是地方性的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也特别快。早在1930年的5月，毛泽东就提议组建农民武装，把16到45岁的男女都编入赤卫队网，成为红军的后备军，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这么一个链条，既保证武力兵员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1934年4月，这支群众队伍达到了50万人，这连蒋介石也对他赞叹不已。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啊，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中共掌握着一个重大的财源，江西南部的钨矿。江西苏区成立之初啊，就拥有了这样一座矿山，江西大余县西华山铁山龙钨矿。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
就是红军长征之前吧，总共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我从另外的书上看到呢，有另外一个数字是650万银元的收入，总而言之就是600好几十万吧。两年创收这一大笔钱，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红军，维持了苏区政府的运作，对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钨呢，是高熔点的稀有金属，金属钨可以用来制造我们平常过去用的白炽灯中的钨丝，钨钢呢，则是制造枪械的重要材料。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的大余县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泉南、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的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1930年初期啊，30年代初期，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缓过气儿来，军事工业急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司，赣南的钨矿产业初具规模。1931年12月，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做了调查，拟定了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的方案。当时毛泽东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啊，他得知了这个情况呢，1932年年初派他的弟弟，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先来到大余县铁山龙矿区，走访了会挖钨矿的工人，他动员了500多名矿工，成立了国营铁山龙钨矿。所谓国营，国营的这个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苏区的第一个公营钨矿。毛泽民他又来到会昌、安远、余都三县交界的人凤山，这个山又叫做盘古山。1922年，就是早在毛泽民来之前10年左右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相继在这里投资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30年红军来过，与当地的民团作战。当时的红军还不懂得什么搞什么实业，他们当时只想打土豪了，打土豪来筹款。1931年8月呢，民团放火烧山，山上的一千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出走，矿也就停下来了。但是到苏区啊，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地方又被苏区控制。毛泽民来这里呢，这次他就是要恢复钨砂生产。调查之后，毛泽民本人就是银行的行长啊，他就让银行投资，让苏区的银行投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当了整整一年。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证，政府收购价格又比较实惠，那么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就提高了。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的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呢，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龙和盘古山这两个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到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国营钨矿的职工发展到了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的钨砂到广东交易。这只是会下金蛋的鹅，在谁手里就为谁下金蛋。钨砂的丰厚利润让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眼红。
陈济棠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已经把广东变为自己的天下，雄势一方，被人称为南天王。政治上，他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1932年6月，陈济棠调集了六个团的兵力，向大禹集中，企图占据赣南。钨矿可以说是苏区的命脉，红军的命脉，那岂能失守？7月初，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首先在大禹东北击溃粤军，粤军就是广东军队，粤军四个团，逼迫粤军退守大禹。林彪的红一军团又攻占了南雄以北的梅岭关。这个时候，粤军的五个师分别由韶关、信丰向大禹南雄进攻，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红军。红军呢，向南雄以东的水口方向截击，击溃了粤军第四师的两个团，迫其其余的部队退守水口。随后红军对水口发起总攻，击溃了粤军十个团，逼迫他们退守南雄。这个南雄水口之战呢，使陈济棠知道了红军可不好惹。而中共呢，出于统战的考虑，因为要分化蒋介石和陈济棠的关系嘛，那么就主动的从韶关、大禹和南雄撤兵，并把上万粤军的俘虏遣返放回去。统战策略果然有用啊！经此恩威并施，陈济棠就改为采取与红军合作的态度了。共产党在苏区开乌沙，陈济棠那边呢就采买转手出口，你好我好哥俩好，这样苏区的南线就渐渐趋于稳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获胜以后，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到了 8.4 万平方公里，控制了大部分赣南的乌沙资源。中共和陈济棠达成乌沙交易秘密协定，把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个口子。当时苏区的土特产都无法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盐、粮食、布匹等物资也无法进口，但是唯独乌沙能通过陈济棠的部队向广东出口，而且还能卖个好价钱。当时100斤乌沙能卖52块银元。1933年8月12号，毛泽东在赣南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这个报告，强调了商业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要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乌沙、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把它们大批输出到白区去。比如乌沙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乌沙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乌沙矿。不仅如此，通过乌沙与陈济棠建立了统一战线呢，在危急时刻还救了红军的命。1934年4月下旬，国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了广昌县城，闯进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着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一石两鸟的算盘，第五次围剿一开始他就任命了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授予一级陆军上将的军衔，在围剿的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这样的一个功效。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他早有领教，对国军在红军北边追追停停目的他也洞若观火。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之后，他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
这场战争啊，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要是输了，共军进广东，我来替老蒋剿共，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是赢了，共军覆灭，广东也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那么广东就又还也还是老蒋的。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了近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他力图偏安广东，永居南天王宝座。左思右想啊，想出了送客的妙计。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一方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呢，又不要完成碉堡封锁线，要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的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啊，也是一举两得，又防红军进入广东，也防蒋介石把中央军的兵力伸进广东。但陈济棠还是睡不着觉，自己这条妙计红军并不知情啊。如果红军要趁虚追攻击，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闯进自己家来大打出手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红军知道自己是一片好意呢？看来有必要同红军当面谈判，互相交一交彼此的底牌。恰巧啊，陈济棠的护兵当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的内弟啊，这个时候正在广东做生意。陈济棠呢，就派自己这个护兵啊，认识陈济棠内弟的这个人呢，就找到罗炳辉的内弟。罗炳辉的内弟呢，表示愿意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我准备派参谋长杨佑敏和黄志文、黄任桓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咱们来进行谈判。陈济棠把罗炳辉的内弟请来，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你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的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1934年9月，罗炳辉的内弟找到了红军情报头子李克农，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把陈济棠的密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那些日子，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机，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一直在苦思苦想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那这不是正好吗？于是就朱德就写了一封密信，由密使面交陈济棠。信中对陈济棠部和与红军合作的意愿表示无不欢迎，并指出蒋屈膝日本，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一切亡国之日可待。要他们以福建政府覆灭为前车之鉴，权衡利弊，敦促陈济棠事不容缓，斥责莫及，迅即谈判。随后不久，周恩来就找来何长工和潘汉年谈话，确定两人为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的是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潘汉年当时担任的是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草帽，带着骑兵连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云门岭镇。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为了保密，陈济棠为何长工、潘汉年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他俩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逢岗哨盘问，特务连长就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很快
他们俩就抵达了谈判地点，是寻乌县罗塘镇一栋新盖的小洋房，所以后来啊，把这个谈判呢史称为罗塘谈判。双方代表到达后呢，陈济棠命令他的心腹旅长严应余密切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双方代表同住一栋楼，红军代表住楼上，粤军代表住楼下。严应余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他自己信任的亲密的客家子弟，本人和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小楼。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四、红军可以在粤北，就是广东北部，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20华里。谈判刚结束，也很巧，周恩来给何昌公打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个陈济棠的代表杨佑敏，他非常敏感，他立即询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昌公机灵的，他头脑还是很灵活，他马上就回答：“他说不是的，这是说我们的和谈成功了，和平鸽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其实啊，红军就是要动身长征了。谈判代表返程的时候，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昌公一行连夜赶到于都，向已等在那里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啊，他说：“这次谈判呢很成功啊，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陈济棠和共产党在红军大转移前正好达成这个秘密协议，那么10万人的红军队伍带着坛坛罐罐突围转移，突破前几道封锁线，陈济棠的粤军采取送客策略，就没有怎么打嘛，基本上就是让开路，让红军突围，减轻了红军的伤亡。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重大史实由亲历者何昌公，他们一些人吧，不光是他了，在回忆录中向外界披露，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最后还得交代一下，那个国立中华钨矿公司怎么样了？红军长征走了之后啊，这个国立的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还有分支机构就迎来了末日，相继的关闭、歇业或者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或者就地掩埋。当然了，陈济棠部队也忙着接收红军的这笔遗产。我这次就讲到这里，我是高伐林，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再见。